我们老范家可以说是喜事连连，四喜临门。是啊，我们老范家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简直就是逆生长，长生不老了。<笑>大米粒儿和赵刚的他们夫妻被评为社区五好了。钱顺风和二米粒公司的品牌越做越响，已经家喻户晓了。 小米粒儿，马上就要被田笨笨那小子给领跑了。打住！你个老东西，你会说话不？咋了？谁把谁领跑了？多难听！不是那小米粒不马上就要跟田笨笨去东湖风景区旅游吗？谁家旅游就领跑了？哎，不是老伴，我就不弄不明白了啊。啥事不明白呀？你说那个田笨笨最近就狂热的追咱小米粒，小米粒对他一直挺冷漠，这咋突然咔吧一下子就要跟他去旅游了呢？ 不知道了吧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那说明啊，田笨笨追小米粒啊，有成果了。咱们小米粒心里头也产生爱情之火了。哎呀，对了，咱们把俩孩子叫出来，叫街坊邻居看看，这俩孩子在一块儿现在是啥效果了啊？你们好，你们好，爸，妈，哎，范叔，范婶。 这咋还叫范叔范婶呢？咋不叫爹妈呢？谁媳妇还没娶到手呢？先整个爸妈玩儿啊！范叔范婶，哎，小米粒儿跟我出去旅游，你二老就放心吧。放心放心，一百个放心呢。那行，那爸妈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你没听外边打雷了？你俩就空俩爪子就旅游去？小米粒儿。 我跟你二姐把你吃的用的喝的全都你准备好了，马上你给装起来啊！你看看你这俩姐姐，妈还想个事儿呢。我有一瓶风油精，那玩意儿旅游带着老好使了。快快快，妈，看看还缺啥来着？装可好了，你要领小米粒出去旅游，这事儿你大姐夫知道吗？赵刚子啊，那知不知道他也不能有啥意见呢。为啥呢？你看啊，我是物业经理。 他是物业副经理啊，那我俩出去旅游还用告诉他吗？再说了，刚哥对我说的话那是绝对服从，我只动他不敢止息。我说一，他不敢说二。你胆儿挺大呀！你干啥呢你啊？二十分钟之前我就让你说赶快过来，我在大门口等你呢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？我不等小米粒呢吗？等小米粒干啥呀？哎哎哎哎哎，大姐夫。 能不能别没事瞎问呢？人家田笨笨马上就会成咱家三姑爷，那咋的？带我们家小米粒出去溜溜的不行啊？啊？什么情况？情况是这么个情况，这个田笨笨和小米粒啊，马上就要出去旅游了。我建议咱们全家每人送一句祝福，欢送他们。<笑>行，那我先说，祝你们俩手挽手肩并肩，共同走向。 幸福的明天。哎，还有我，祝愿你们俩观赏一路风景，收获一生爱情。那我就祝你们俩共同踏上恋爱之路，一直走向婚姻殿堂。太好！姐，你发愣什么呀？我跟笨笨没有结婚的计划。赵刚子，啊，刚子，你也说两句啊？我说两句。啊，不计划结婚的恋爱，那就是扯犊子啊。 不是，刚哥，我最近耳朵有点不好使，刚才那句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那个，范叔，那个刚哥最近说话有点那个糊涂，那嘴就是前两天那车库不发水了吗？刚哥帮忙，然后我就受伤了，这就留下后遗症，可能说话就是现在这词不达意了。受啥伤了？严重不？不太严重。啊，那个你这样，范叔范婶，你先帮小米粒收拾行李，我跟刚哥谈点工作。 人家谈妥了，你把这事打扰了。那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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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
小明车知道了啊。田妹妹，是不是你把我出卖了？不是，刚哥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，
我这么坚强的人能出卖你吗？小米粒上来就跟我软硬兼施，威胁我啊，恐吓我，我都没说好，最后给我来个美人计。你将计就计了啊？呸，你还好意思啊？你过来，咱俩去东湖干啥去啊？咱俩是旅游吗？最近连着降暴雨，东湖水位涨起来了，现在都在防汛，人志愿者都上去了，咱俩也是志愿者，咱俩能不去吗？我知道小米粒说了、啊、也要为防汛做点贡献。哎，去你的吧，他做什么贡献呢？他会防汛吗？他学过防汛知识吗？啊，他懂什么？他会游泳吗？哎，他会游泳。他会个屁，他就会狗刨。还会游泳，还在岸上练的，把我那草坪都刨了一坑，为这事我还没找他呢。他去，是他救别人还是别人救他？舒服。你说你怎么搞的呀你啊？哎呀，你说这事儿也赖我，我一时没盯住你啊，你就犯这样错误。年轻啊，你真是太年轻了你。我看你是有病，脑子进水你，太不像话。赵刚子啊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我是经理，你是副经理吧？站好啊，挺胸，抬头，收腹，上去，立正。给我上上课了。哎呦我天，我就问你啊，那你以后想不想当我的妹夫？想。以后你要是跟小米粒成了，你是不是我的三妹夫？是。我是大姐夫。大姐夫，咱俩中间可还隔着个二呢。照级别你差我可有一段距离，还跟我来这套。你站好了，挺胸，抬头，收腹，稍息，立正，趴下，滚滚滚滚起来。你没大没小，你跟你当姐夫，你这样，你想不想跟小米粒成？我想。小米粒在这家里边最听谁的？最听你的。你不把我搞定了，你能搞定小米粒吗？我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听我的。嗯，听见没？我听你的。一会儿他们出来以后，你就说你不能去东湖。那为啥呀？你就说你有病了。大姐夫，那我有啥病？你就说你脑子进水了。这理由很充分，没问题。那个刚子，哎，趁着天晴了啊，赶紧咱们让那个笨笨跟小米粒走吧。对对对，范叔啊，我好像跟小米粒去不了了。为啥呢？哎，为啥去不了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有病。刚才好好怎么说有病就有病了啊？哎呀妈，得啥病了？脑子进水了。进多少水呀、啊？进多少不知道，反正得防汛了。田笨笨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是不想带我去了？咱不是说好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带我一起去，大姐夫也去不成。对，说啥呢？你们俩出去搞对象、谈恋爱，带你大姐夫干啥呀？哎，谁跟他搞对象了？不搞对象，你一个大姑娘家家跟人小伙旅游去啊？哎呀，旅什么游啊？那是哄你们的。这么回事，他们两个要去当志愿者，去参加防汛。防汛？小明，你别胡说啊！我胡说什么呀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大姐夫申请了两个志愿者名额，要去参加防汛，是我非要缠着田笨笨带我一块儿去的。我目的就是想把他这个名额给占上，让他去不成。不，你这么做是为啥呀？还为啥？前些天不一直下大暴雨吗？地下车库进水了，我大姐夫一直帮着业主往外推车，腿都磕伤了，伤得可严重了呢。伤啥样啊？啊！妈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没事儿。谁瞎说了？你敢不敢把你裤腿撩开给妈看看？看啥？看看看看。刚子，你那个伤不能沾水，容易感染。我不同意你去。对，妈也不同意。我听他俩的。有你啥事儿？一边去。爸妈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最近咱这连着下暴雨，东湖水位涨起来了，现在都在防汛，大批的志愿者都上去了，我跟笨笨我们俩也是志愿者，别人都上去了，你说这时候我们不上去合适吗？再说了，一旦要是发了洪水的话，那咱这儿可就遭了殃了，到时候咱不能躺在床上等着别人救咱吧。爸，人呐得有点担当精神，咱得自强。 对，说得好。张总啊，东湖水养育了咱们几代人，多少次大灾大难，我们老范家人从来就没退缩过。刚才做的对，
他这是情怀呀、啊！上，我同意。妈也支持你，妈上那去给你做饭去。大姐夫、哎，我也支持你，我去给你端茶倒水去。好，老公，我也支持你，我给你按摩捶背。还有我大姐夫，我也去给你唱歌跳舞，加油鼓劲儿。对，我的妈呀！到时候我往东湖边上一站，有人给我做饭，有人给我端茶倒水，还有人给我捏背，接着还有人给我表演节目，干啥玩意儿？你见过哪个志愿者上去干活的时候还带着一群助理的？爸爸，爸爸，哎，妞妞，快过来，妞妞。闺女、啊，爸有个事儿得跟你说。本来爸爸答应你啊，说这个礼拜天啊带你去游乐场的，这回去不成了，下次爸带你去，好不？没关系，爸爸，你参加防汛当志愿者，比陪我去儿童乐园更重要。这孩子。哎，对了，爸爸，我把这个给你。这啥呀？创可贴。伤口要疼了，你就把它贴上。它是防水的，这样你就不会疼了。好闺女，爸爸他带上啊。爸爸，我还想告诉你一句话。嗯。有你这样的爸爸，我骄傲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我基因强大的地方。拉倒，我叫随根儿。老公，放心，家里老的小的我一定照顾好。嗯，刚子，哎，看咱这物业经理、副经理就上去了啊、嗯，我跟你妈顶上，我们俩补上。哎呀妈，就等这钱了。大姐夫，哎，有我二驴子在，咱小区的安保你就交给我吧。拉倒吧，来个坏人你能收拾住啊？什么话呢？我逮着我踢死他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全家人都是志愿者了。对。